于姐今天又带大家磕糖了。说到谭松韵，她不但是个好演员，为观众呈现出一部部好的作品，塑造了一个个经典的角色，而且她还是一位好歌手。她演戏、唱歌、跳舞，样样精通。在松果心里，谭松韵是真真正正的才女一枚，多才多艺的宝藏女孩。说到谭松韵唱歌，你也许会想起她的吉他弹唱惊吓《惊夏》。 她的纤纤十指在琴弦上跳跃的画面多美好呀！好一个多才多艺的今夏，好温柔的小姐姐，你也有可能会想起谭松韵主演的爱情偶像剧《狐狸的夏天》吧？谭松韵出道十余年，在影视上不断在突破自己，带给粉丝无数惊喜。从荧幕到生活，始终给松果们带来治愈阳光的笑容，甜度满分。谭松韵这是第三次登上《快乐大本营》的舞台了。 这次登台，正赶上他的生日，在《快乐大本营》舞台上，谭松韵用自己首张 EP 先行原创单曲《我在》给了粉丝们一个大大的惊喜。《我在》是谭松韵献给粉丝的歌，最温暖的两个字是“我在”，最安心的三个字是有我在，最感动的四个字是我一直在。温柔的嗓音，娓娓道来那温暖的话语，让不少松果激动不已。谭松韵在歌中唱到：“心里有了洞。” 很多故事有了保存站，心里有了洞，很多心事也有了回音站。可他去年生日时发的心里有了洞，于是所有心事都有了回音，对上了。快乐大本营播完的几个小时后，也就是今天零点，谭松韵分享了我在有的松果说，听第一遍的时候，注意力都在声音和歌词上，谭松韵唱的太好听了。听第二遍，特别是循环听的时候，竟然有一种想哭的感觉。 谭松韵在分享《我在》的时候，同时也发了一些心里话。她说：“《我在》是我跟你们分享的第一首原创歌曲，这首《我在》出来的很快，写的时候我在想，是什么让我慢慢的站起来，努力的去生活？是责任，是爱。我身边有朋友觉得我什么都不愿说，他们会担心，不过我不说，他们也知道，并且会告诉我我在。他们给了我很多爱。” 虽然康复是要看自己的身体机能，但真正的我在也一定是好药。看着 MV，李白群少女置身金黄麦田，温柔而动情的歌唱，看着那坚强的甜甜的笑容，听着那抒情的“什么都不在，什么都存在”，有的松果说我在让自己想起了一些事，竟然控制不住自己，眼泪悄悄流下来。说到谭松韵，可能有些朋友还不是很熟悉。 她是真《真琼传》里深受娘娘喜爱的天真无邪的纯贵人，还是《旋风少女》中古灵精怪的范晓英，同时，也是十六年初夏那部唤醒我们青春校园记忆的网剧《最好的我们》里的耿耿。因为看这部剧，出诗到松韵这个可爱的女孩给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作为一个典型的九十后女孩，这个来自四川的妹子喜欢吃零食，也爱笑。 娇小甜美的外表下，有着活泼可爱的个性，性格也天真烂漫。业余时间，她也会录上几首歌曲，通过平台与大家分享，成为一个演员，这个梦想从小就扎根于松韵的心中。为了实现心中的梦想，她为之坚持付出了很多。2001年，她进入舞蹈学校，开始学习跳舞。我们都知道，舞蹈并不简单，练舞蹈是件很辛苦的事情，尤其练基本功时。 简单的动作需要重复练成百上千次，优美的舞姿背后是常年累月的挥汗如雨的付出。这些重复而辛苦的训练也锻炼出了松韵坚韧的意志。记得他说过这样一句话：“只要是我喜欢的角色，多苦多累我都无所谓。”二零零七年，谭松韵凭借着自己的努力考进了北京电影学院，这也让他正式开启人生的演艺之路。每一件事要想做得很成功。 都是不容易的，梦想的实现，努力必不可少。其实最难的就是坚持和等待，因为梦想的实现需要时间，追梦的过程是一段很漫长的路途，这也许会贯穿我们的一个青春，乃至整个人生。前段时间看了一期央视的艺术人生，因为这一期松韵参与了节目的录制，看完节目也让我对他有了进一步的认识。再谈到未来的人生的规划。 谭松韵在节目中说出了自己的人生规划，就是可以一直演戏到老，拥有一段好的婚姻，有狗有孩子，最后去海边安度晚年。对于王凯，观众都非常熟悉，他是一位出色的演员，出演过很多经典的作品，比如《琅琊榜》《伪装者》等。除了演戏，王凯也是非常喜欢唱歌，而且曾经还发行过单曲。虽然音乐作品都不愠不火，但是他从没放弃。 一直都在坚持着，直到参加了跨界歌王，才让观众知道，原来王凯也是会唱歌的，还唱得那么好听，受到了非常多人的喜欢和支持。王凯的歌唱实力也是非常强悍，拥有一副性感迷人的低音炮，让其一度被观众认为是当年歌王最有力的争夺者。二零二三年一月三十一日，胡歌官宣当爸后，网友们不仅把压力给到彭于晏身上。 还开始关心起王凯的终身大事，毕竟他们伪装者三兄弟如今只剩他一人未婚。不知是网友们太渴望看到王凯结婚，最近网上竟然传出王凯好事将近，甚至还传言王凯的结婚对象是同龄的圈内人。再加上王凯在情人节当天发布的告白视频里有一个神似宋茜生日的神秘日期，于是二人即将结婚的绯闻越传越真。 直到他们二人纷纷发文辟谣此事，网友们这才停止了对二人婚事的幻想。不得不说，网友们还真是操心王凯的婚事。不过这也难怪，毕竟王凯有颜又有演技，在娱乐圈也鲜少有恋爱传闻出现，可以说是内娱不可多得的好男人。这样的王凯确实值得娶妻生子，就连他的女粉们也期待看到自家哥哥结婚的喜讯。可是随着王凯辟谣结婚， 网友们的期待便落空了。如今四十岁的王凯已经是未婚未育的状态，虽然有些可惜，但如果你要是翻开他的人生故事，你就会明白，如今只要他自己健康快乐，他就已经很满足了。二零一三年绝对是王凯事业转折的拐点。这年他参演了电视剧《北平无战事》，在剧中他与一群戏骨飙戏也游刃有余。伴随着该剧的热播。 随着正午阳光出品的《琅琊榜》《伪装者》等剧的全民热播，王凯这个宝藏演员终于藏不住了。他声音好听，台词功底强，有演技还颜值高，即便是站在胡歌和靳东身边，他身上散发的魅力依旧是不可忽视。于是他演完《琅琊榜》里靖王，他身边就多了不少自称靖王妃的女粉丝。他们说起王凯的外形优势是如数家珍，比如小鹿眼、大长腿。 一击修长的手指，而这些外形上的优势，却是帮王凯塑造的角色加了不少的分。除此之外，王凯也跟很多合作过的女演员传过绯闻。《欢乐颂》热播时，他跟王子文凭着超高的 CP 感，而被网友们高呼在一起。私下里，他又因为跟蒋欣走得近，蒋欣还曾发文调侃他俩关系密切。仅此一事，网友们又误会他跟蒋欣走到了一起。在这之后。 王凯又在拍摄《放弃你，抓紧我》一集猎狐时，先后跟陈乔恩、王鸥传出绯闻。可是至今日，这些女星里除了蒋欣之外，其他的要么结婚，要么身边已经有了男友陪伴。而王凯跟蒋欣之间早就澄清了关系，也没之前那么亲密了。再加上最近他又辟谣了跟宋茜即将结婚的消息，种种迹象都在说明，如今四十岁的王凯仍旧单身。 可能经历了父亲的离世以及自己身体突然抱恙之后，王凯更加重视的是自己跟家人的健康和快乐。婚姻大事，他期待但不强求，就如同他现在对待演艺事业的态度一样，红不红他已经不那么在乎了，他只关心当下的角色能否演好。好了，今天视频就到这里啦，我们下期再见，拜拜。